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最近咧就喺淘宝睇到 Canon V10 呢一部 Vlog 机咧，去到一个跳楼级嘅价钱啦。喺淘宝你可以搜寻到咧 under 2000蚊，而我最平咧系搵到1500几蚊人民币。咁讲紧淘宝购买就系国内嘅行货，系有盒未拆封嘅。咁如果有兴趣购买咧，就自己上去搜寻一下啦。1500几咧，兑换翻港币咧，大约系1700蚊至到1800蚊嘅水平。咁啊，加埋一个运费，当佢系20蚊啦。咁即系唔需要1800蚊咧，你就买到呢一部 Canon 嘅 V10 Vlog 机啦。咁喺香港咧 ，Canon V10 嘅 Vlog 机咧就系卖紧正价2980蚊，2980蚊。咁大家可以睇一睇两地嘅差距咧，系超过咗900蚊。兩地嘅差距係超過咗900蚊。呢一部嘅 Vlog 機咧係最適合大家攞出去街啊，攞去一啲景點啊拍 Vlog 噶啦。機仔細細，有兩個收音咪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多謝收睇，再見。